大家好，又到了问问 Dr. 针的时间，我是节目主持针一针。大家好，我是 Dr. 针。Dr. 针，又到了每年打流感针的时候了，我们的听众对打针都有不少疑问，我们即刻看下第一条问题先。常健康伯伯想问，他身体这么健康，为什么都还要打流感针的？因为健康人士都有机会感染流感，就算病征轻微，流感病毒都可以透过飞沫传播感染身边的人，所以为人为己都应该打流感针的。Dr. 针，既然流感是透过飞沫传播，戴口罩婆婆就说她已经日日戴口罩，还用什么打针啊？虽然大家现在经常戴口罩，不过都会有除口罩的时候，例如在家，如果当中有人感染了流感，都有机会传染到的，所以打流感针会有多一层保障。超心急伯伯就想问，几时有得打针同边度会有得打呢？由10月6日开始，医院管理局就会在辖下医院和门诊分阶段帮合资格的市民打流感针。合资格的朋友记得留意日期，和在打针当日带齐所需文件。另外记得留意季节性流感疫苗和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的，打齐两种疫苗就可以有双重保护了。想知更多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的资料，可以浏览医管局网页。